我是费恩，凯恩之子。愿大地之母指引我们，务必荣耀先祖。幸会，再会。什么事？我确定你很快就会回来。什么风把你给吹来？我们合作之下更行强大。终于结束了。需要什么吗？昂首而立，真诚踏实。我能帮你什么忙吗？你好，务必小心。我能帮上什么忙吗？说吧。我可不是你的守卫者。为了艾泽拉斯，我们不惜一战。有话快说，去吧。我确定你很快就会回来。
你好，旅行者。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你好。愿灵魂守护你，为了部落，永远不变。昂首而立，失去了荣誉，我们就一无所有。两条腿的，终于结束了。我是贝恩，凯恩之子。什么事？我可不是你的守卫者。风轻轻地告诉我你的名字，跟随风的引导吧。祝福你，请多保重。需要什么吗？我们是大地的照护者。
为了艾泽拉斯，我们不惜一战。愿大地之母指引我们。牛头人昂首而立。我年纪还很小的时候，曾被半人马掳走。当初是波凡成功找到我，然后把我救出来。要不是因为他，我早就……原本以为这次换我救他了，结果我却失败了。
什么风把你给吹来？务必荣耀先祖。有话快说，终于结束了。昂首而立，真诚踏实，我们合作之下更行强大。需要什么吗？为了部落永远不变，我们是大地的照护者。